多多，你猜我带你干什么去？我去，你咋知道呢？下过雨的夏天傍晚，我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。怎么还把多多的毛剃了？医生，这一动一动的，是不是有了呀？啊，我们查了心脏啊。好了，我们再等结果，给多多舌头都吓歪了。宝子们，多多心脏没事，减减肥就行了。医生真的挺厉害的，尤其是剃毛，给我们剃了一个金腰带，给我的小可爱叔叔金腰带。天哪，这也太可怜了吧！多多，你看看你吃的那么胖，你多幸福啊！以后我们经常来看看他吧，然后多给他带点好吃的。多少呢？哎哎，你干嘛呢？多少腿总是摆出奇怪的数字，这是一，像这个变成了二，他甚至还能摆出三这个数字，这个更过分了，居然摆出了一个派，这么多数字，难道他是想让我这个号码给我打十柱吧？不是二十柱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人问我泰迪掉不掉毛？来，你看一下，我这么转。有这么转，来，我使点劲，我这。有一天晚上，梦一场。有什么不会给狗剪毛？先把耳朵放到后面，它不就过不来了吗？拔着它的嘴，然后就给它剪成一个圆儿，再来一下，剪成一个圆儿，接着，我操，完了。你好，有时间吗？能不能救救我们？他是自己在家吗？玩剪的，然后给剪成这样了就，以后可不能这样了，多多。天哪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行，我以后一定把剪子放起来。这孩子也太不懂事儿了。你要能帮我看一下这个多多吗？他两边长了一小包，跟瘤似的。多多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等。哎呀，你都坚持住，等一下就好了。耳朵拍片是吧？行，我们赶紧去吧。他没事吧，医生？真的急死了都。我查了一宿，都说是瘤。他这个腋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呢是属于脂肪啊、肌肉啊，长得厚厚的。厚厚的。目前初步诊断这个地方没问题，就是肉肉长得有点厚。那就是胖的。对，有点胖。有一天晚上，梦一场。多多来这个世界上一定是负责搞笑的，你们看，普通的滑倒是吧？慢镜头，他踩到什么东西，然后飞出去了，他居然弹起来了，咣的一下，他弹起来了。多多，你捡回家了？你是在甩头呢吗？你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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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多多，你再甩一个，使劲甩，我看看你是不是想回去。哎呀，天哪！嗯，这个微波真不错，哎呦，喜欢，真好。咱就说这个麦拉鸡翅，我也挺喜啊。这是你腿啊，多多。你们知道把美食放在狗面前又不让它吃会发生什么吗？再叫多多。哎呀，你怎么还学上狼叫了啊？太可爱了。哎，不能骂人啊，你跟谁学的这么难听？哎，你骂我也骂你，你个黄胖子，你个头发大腿的，哎呀，咬我是吧？哎呀，哎，我们君子动口不动口啊，我这个人吃软就不吃硬。你跟我软硬兼施，对不对？你还给我来夹子音这一套。你夹子音都出来，我给你吃吧，我先替你浅尝一下。吃光了，肚子。你干嘛去啊？燕子，燕子，你干嘛去啊？燕子，没有你我怎么活呀？燕子，你要幸福呀，燕子。多多，时隔14天，我们终于解封了。你听见这个背景音乐了吗？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我们出去玩了。下过雨的夏天傍晚，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蝉，嘿，把星星都敲醒，月光晒得很凉快，就是这样回忆起来第一次告白。一个人美女怎么没有耳朵呢？哦，出来了一个，哦，又出来了一个美女。做什么职业的？从你穿着上看，我感觉你好像是空姐呢。其实我这个人我很靠谱的，我十拿九稳，我就差你一稳。哎呀，被亲了哟，美女，怎么是不是害羞了呀？怎么把头转过去了？嗯，让我看一下，哦，侧面很好看哟，美女。又下雨了，多多，你知道下雨天最适合做什么吗？玩变装游戏。我特别给你准备了一套衣服。哎，行了，你不用谢我，它就是那种蓝天白云的配色，然后所有人看见你都会忍不住张嘴的那种衣服哦。抓紧下楼做核酸，抗击疫情每一天。我刚才研究半天，我这是啥玩意儿？怎么还有个洞呢？看了一会儿，跟上半身是穿腿的，看咱这腿。这是居家隔离的第三天，多多你啥造型啊？上次发的抗原还没做呢，一点都不疼，我给你保证，疼一下，哎，
别动，别多多，对不住了。结果就在这里，我们一起承担好不好？我看一下。天哪，我的瓜子原来在这儿啊！我说，怎么找不着呢？哎呀妈，别生气了，蒙古多，我陪你跳段舞还不行吗？朵朵，这是我们隔离第七天，我们可以回家了，以后可以随便拉屎了。给你急的，你都会说话了，你跟大家讲两句呗。哎呀，讲得好，你先别急，这住的这么乱，我们应该收拾一下，对不对？来吧，我们击个掌，达成一致。你也别给我添乱哈，朵朵，你就在这个角落等我，听见了吗？说实话，我有点舍不得这个地方。拜拜了。喜提七天居家隔离，我还是会更新我和多多的。多多呢？多多呢？我操！你就在这个角落。大家正在下午茶呀，曲奇饼干、咖啡啥的，那不吃呢？多好吃啊！这铁拿咖啡贼烫，你吹吹，这连个放咖啡的地儿都没有。哎，过来吧，过来吧，逗你玩的。你每天吃的太单调了，你记住你是东北的。今天我就让你尝尝什么叫东北乱炖。起锅烧油，牛肉高里头，羊蹄高里头，再整点粉条子，紧接着放豆角和排骨，最后撒盐。来让一下，我撒你胡子上了都。这是什么神仙爱情啊？这只小狗叫做 Alton， 从它看见多多的第一眼，它就非常喜欢多多，但是换来的都是。把他赶走以后，多多就开始玩平衡木。你们看多多的身体非常的紧张，甚至他的根本就不会下，很危险。奥特的主人并不知道多多不会玩平衡木，把他抱上去的时候，奥特紧张的不行，生怕他掉下来。第二次上去的时候，奥特一直在下面守着，多多站了很久不敢下，但是奥特的眼神一眼都没有离开他。下来的时候还在旁边夸多多，直到第三次奥特陪着他的时候，他完全不会怕了，尾巴一直翘着，这就是安全感吧。他应该是换了一种方式，虽然你现在不喜欢我，但我一直陪着你。果然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。卡瑟琳，又是一次失败的购物体验。本来想给你买个好看点的比基尼去海边穿，你非得给我穿出那种母猪的产后护理的感觉。多多，你不愧是我的狗，真的，这勒的肉都勒出来。你别过来，哎，你别过来，哎。多少这草都黄成这样，就别吃了呗，我回家给你种。哎呀妈，这我也太拿手了，咱俩认识之前我就是个园丁，马上见证奇迹。哦，好像不能放开水。吃吧。这个失误了，但是我并非一无是处。看到这个针了吗？不是扎你用的，我又不是垃圾，我要给你做个毛毡。你是感动到眼泪从鼻子里流出来了吗？你就保持这个姿势别动哈，我开始了。模特不敬业。好了，多多完成了，累死我了。别动，我放这。哎呀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，多多。还有个严肃版的你，闭嘴。来上海四年了，多多第一次去海滩，所以说我们要拿出我们最好的状。终于到了，多多，你看那边还有拍婚纱照的呀，真好看。多多，第一次来这么高大上的地方，你最想做？哎，我没带纸。还好这有一片，这怎么还漏了？哎，多多，你头上什么东西？我看看。下课不？趁着现在人少，我们赶紧去拍照。来，多多看镜头，来，哎，在这儿都能看见多多粉丝。宝子们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百万网红的知名度。喂，哎，不说了，上班了。你拿的还没吃饱呗？我是不是还得给你倒杯酒，整点菜，整点花生米啊，多多？不是我不给你吃，有些东西你真的吃不了，比如说这个巧克力，葡萄也是，这个西瓜你也不能吃，因为太甜了呀。还有这个榴莲太贵了，不是太臭了，对吧？你闻闻呢，狗垃圾箱里讲了，你能吃吗？话说回来，不疼你我疼谁呢？我知道你最爱吃西瓜了，我特别给你准备了一整个西瓜呀，多多。我是给你切开，你还是自己拿勺挖着吃啊？下课不？想给你买块咖啡，再凝视你的注意，然后什么娃娃你现在几点钟，想感受你的呼吸都没有变。